被岛会负债20年，这碗油饭让他们从菜市场翻身。油饭对一般人而言，差别在于好不好吃，但对台中资丰油饭一家人来说，这一碗碗油饭却是带他们还清负债、走过低潮的关键。对对，哦，硬要还，我不爱讲欠，我不爱讲讲。何妈妈20多岁就从婆婆手上接下推车生意，一路做到菜市场内的固定摊位，产品也从最初的汤面、炖汤卖成油饭、炒面、肉羹面和各式小菜卤味。但刚起步的小吃摊收入微薄，他选择耕会养会存钱，不料却全被倒了。啊，都每个都爱来想哦，阿妈来教都爱好食好食呢。啊，就紧想啊，哦，啊，唔知要甲谁借钱，互伊讲，你像你做干，你像哪会拢会拢唔行安尼？我唔是唔行，较慢俩，我唔是唔行，啊，我决定行哩。妈妈的辛苦，孩子们全看在眼里，个个都是小学就帮忙顾摊送料。以前的炒面都在家里炒，炒一炒之后要带过来这边，他以前就用那个二轮车，有没有二轮那种推啊？边骑脚踏车拉着他走啊。为了增加收入，长子更是利用收摊后去送面送报。上锅做上料都是狗仔肉，狗仔肉啊拌了，骨落雨天啊搁拌了，啊搁一盖啊落雨，就是锅做都无上，就怎去送面啊？他其实有跟我们讲说，为了不让我们背这个被倒毁的子女的污名，所以。他把它撑起来。花了20多年，何家人总算把债务还清，不止把菜市场的小摊做成台中美食名店，还开出2家分店。这样子的价格才50块，所以一般的上班族来讲，它是非常的划算。他的生意非常的好，就是外面有摩托车停满，里面有一堆外带跟等候位置的人。但做出口碑的何家人并没忘记当年一起走过的艰苦。本来我是伊来要求我拢啊做伙做啦，因为咱啊名声好，我无爱红啊来讲，哦兄弟啊袂好啦，是安怎呢？因为较早咱就无钱哦，看袂起你知道，啊所以我就讲啊，安尼大家合作较好。